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蜜蜂小王子开箱险评的第51期，我是本期的 UP 主大黄蜂。那本期呢，跟大家去介绍呢，就是在面前呢大家看到的这一个 UT 家的第三款电影系列的这一个玩具了。好，这个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角之一，骑士威。那这一次呢，因为来到了这个呢是一个测评件哈，那所以呢而且有一些配件呢是没有给到我的，就好像其实为他手臂上的这一个盾牌是没有提供到给我的，所以呢本次呢我也不做过多的一些点评或者其他的东西，主要呢也是要把这个新玩具以第一时间呢去展示到给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先看一下它的外观整体的一个情况吧。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呢这一次呢 UT 家这个骑士威呢，它的高度上面呢其实还是挺高大的，整体的高度的话呢大概人群从头顶到脚底的话呢大概是 32cm 左右，那32厘米的话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对比哈。好，那大概的话呢，如果对比一个普通的一个饮料的话呢，只到一半到它的膝盖左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如果换到呢这些 3A 加的那一个大黄蜂来对比一下的话呢，大概它的头呢都是去到这个骑士威的这个腰部高一点点的左右，腰部分的左右的这个高度左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它对比之前 UT 他们自家的那个骑士柱的这个高度的比例对比是。好，那拿回他们 UT 家之前202的这个骑士柱来进行一个对比的话，我们看到呢骑士柱它的一个高度呢差不多比这个骑士威呢矮那么大概一个头多一点点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不知道呢这个在电影里面呢它的比例是否就是这样，我印象当中呢记得呢的确骑士威呢是会比骑士柱是高一点的，大概会不会高那么多呢，就留待大家和伙伴弹幕告诉我或者留言告诉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差哈。那我个人觉得好像感觉哈，有一点那么一点点做大了一点的感觉，但是这个还是留待大家去观察吧，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好，那另外的话呢可能预定的伙伴也都知道呢可能这一次呢这个 UT203 呢有一个地台去赠送的，那但是呢目前来说呢因为地台上面呢还没有上色哈，那厂方呢也寄了一个是一个灰魔剑在这里的，那这灰魔剑其实也是挺大的，这个哈也是挺怎么说呢哈，真的装上去还是很有感觉的啊。就目前来说呢，支架还没给到我哈，大概就是这个地台，大概先让大家呢去看一下站在上面的这一个感觉是怎么样哈。好了，大概的话呢整个玩具站上去呢还是站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高的，大概也是应该有4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了哈。但是呢整个人站上去好像还是有那个蛮怎么说呢一个雕像的一个感觉哈。那放在展柜里面呢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它地台上面到时候公布了它的这个喷射的话呢，我们在我们 B 站动态里面呢还会再做一个更新这个样子哈。那目前呢让大家先睹为快，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感觉。好，那由于是测评件的关系呢哈，不是最终的一个大货的定版哈，所以大概略略的先简单去描述一下。在整个外观上面呢，整体呢都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有喷涂的，基本上呢都不是说用这一个塑料的本身的原色哈。整体的主色调呢都是应该是用了这些是轻铁色的一个喷涂，然后呢一些局部的地方我们看到也是这些细节的地方呢都是用了一些金色的点缀在这里哈。我们看到而且呢在它的头盔哈这个头雕上面呢也会有一些很细节的一个喷涂在这里哈，在所以在这个喷涂上面我个人觉得还是做得很精细的，而且它这个是应该是人形脸哈，人形脸。但是有点可惜的是它并没有说好像骑士柱那样去做一个发光的眼睛的这个机构在这里哈。它其实眼睛里面哈稍微这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到，是也是有这一个红色的一个涂装在这里的。但是有点可惜，我觉得它的嘴巴呢是并不能够做一个可动的一个张嘴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头雕做的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好，然后它的这一块哈，右脸这一块呢都是做的很标志性的一个血红的那个一个造型在这里哈。另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替换脸的哈，同样跟之前如果大家有留意黑色的那个骑士柱，黑色版本的那个骑士柱的话呢，它的头雕呢已经替换成了一个新头雕哈，并就不是发光的那个头雕哈，是可以直接做一个替换脸的。而这次的这一个203这个骑士威呢同样也做了这样类似的这种设计哈，它同样也是有一个口罩脸嘛，对不对？好，首先呢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两边先打开，然后提起来啊，这同样的啊都是提起来就 OK， 但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头稍微的
180度向后转啊，我提醒这个，好，这个要稍微的做一个调整哈，因为它的下巴的这个位置呢会顶一顶哈，但是呢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啊。把这个头盔拉起来之后呢，向后180度转动，好，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口罩脸哈就已经转换过来了哈，这就是另外一个形态的脸了，而且它旁边的这个，好，我先放旁边这里呢是可以调整向前拉的，变成一个完全封闭的，这个是真的口罩脸的这一个形态了。 OK， 我们看到这一个眼珠里面也是有一些涂装的，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的有杀气，对吧？ OK， 好，这个就是基本上它的头部的一个形态了，头部基本上左右可动哈，那也可以有抬头低头是没有了，基本上它是一个大球冠的一个设计。好，它的脖子这里有一段转动。 OK， 好，然后我们看到呢它胸甲的这些纹理的设计也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很勾画的很清晰。好，上面这里还有一些金属金色的一些涂装，两边的肩甲哈都是按照这个圆形哈，基本上按照圆形这样去设计，两边的肩甲是不一样的。好，而且这个尖尖呢是有一个弹簧的设计，是方便在变形过程当中呢的一个避让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地方。好，然后手脚可惜的是这一次呢是并没有给到那个盾牌给到我们哈，没有给到盾牌给我们，稍后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在图片上面去做一个更新。好，然后腹部的部分我们看到这里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精细。好，那顺便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可动给讲了哈，那这个肩甲呢是可以多角度的去做一个转动的，因为它这里是一个大球关啊，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呢可以做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避让，然后呢这里还是可以拉开拉出来的，去做一个更加多的一个可动哈。然后呢肩部的横向的一个摆动的话呢，大家看到是一个弹片式的一个齿轮关节哈，所以它的可动呢其实也是可以去到蛮高的一个幅度的。来，我调整一下这个相机的角度哈，的话呢大家会更加清晰的看到它的一个可动的幅度。好，首先这里是一段的齿轮关节哈，但是呢它的大风车的转动的话呢，这里不是齿轮关节哈，就是靠这一个位置哈去做一个转动的。好，那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手臂呢，这里也是配了这一个手套哈，这个手套同样的上面也是有全涂装。OK， 而且呢这里呢是有一条金属的链子哈，这个而且是镀了这个黑色哈，亮黑色的这个金属链子是可动的啊，这也是比较好哈，而且呢这个是可以拆卸出来。其实变形过程当中呢，当然变形的话呢是可以一体变形的，不需要说一定要拆的，但是如果我个人觉得呢拆出来再做一个变形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哈，因为其实也不一定要用到这个手炮的，而且呢它这个手炮的话呢是有这个光效在这里的，有这个光效在这里哈，下面这里不需要拧螺丝，直接呢把这里打开这个电池仓的这个盒。好，我是这里用了两颗 AG3 型号的纽扣电池就可以了。下面这里有个开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一个亮光的一个哈，其实亮度还是非常好的。好，那它有三种不同的亮光的方式哈，包括按一下就是常亮的，按第二下的话呢它就是比较慢速度的一个闪动啊，如果再按一下就是一个闪动的一个模式了，这个亮光基本上呢就是这三种的方式哈。那我们把它插上去先。啊，同样这个当然如果你不喜欢放到 B 炮的话呢，它在这里可以把它转动一下放在手里面拿，其实也可以哈。当然这个可能拿得不太好啊，所以基本上以威震天的一个固有形态来说呢，它基本上都是一个 B 炮的形式放在这里。好，然后呢它的这个手肘关节的话呢，这里是可以转动的，好，是可以可动，而且呢它的看到没有，这个叫做肘关节，这里也是用了一个齿轮关节的设计哈，齿轮关节。好，那然后的话呢我们看一下手掌的话呢也是可动的，可以转动的，这个拇指是可以独立的两段式可动，好，一个球关。那但是呢，下面的这个手指呢，它这里是用了下三指，是跟之前的两款哈是一样，跟禁闭啊和这一个骑士柱也是一样的。上面三个手指呢是连起来一起动的，并不能够独立可动，这里是有点可惜哈。那上面的食指是可以独立可动的。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腹部的位置哈，好，我调整一下。啊，腹部的位置的话呢，哦对，在这里再讲一个武器的部分哈，这里还有给到一个大刀的这一个武器哈，那基本上武器上面呢同样也是有一个全涂装的这个形式，那但是呢我个人大部分个人呢觉得可能对于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玩具来说呢，啊，这个部分呢可能是做的窄了一点哈，窄了一点，相对来说呢就可能比较小气吧。 OK， 好，那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腹部的可动，大概腹部的可动呢它是可以，因为也是这个变形关系，所以它是可以360度的转动。好，而弯腰方面呢这里可能就做得没那么好，因为暂时来说是并不能够说做一个弯腰，好，暂时是做不到弯腰的，这里顶住哈，因为可能大家再等一下稍后看一下那个变形的过程的话呢就会理解哈，它因为这个设计也是
比较难的难做的弯腰的，但是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也看到哈，基本上是用了这个金属的连杆哈，金属的连杆跟那一个擎天柱哈、骑士柱哈是一样的哈，但是呢它这里不会说是很松动，我们看到整个基本上呢都不是很松的。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一个裙甲，裙甲的话呢，侧裙甲呢，这里是可以有一个多方位哈，因为这也是球冠的关系啊，所以多方位的一个可动的啊，所以呢，基本上它的腿部的可动呢都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个样子。好，那而且呢，它这里呢是有一个里面哈，跟骑士柱也是一样，这个部分呢都是有一个弹簧的一个机制在这里哈，有个弹簧在这里。好，那然后的话呢。但是它再讲回这个腰部上面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比骑士柱有一个更加好的地方，就是它这里不会显得很空洞哈。骑士柱唯一我觉得要吐槽的地方，它设计其实挺不好，挺好的啊，但是呢，这里就是相对显得蛮空洞。但是这个骑士威呢，这个地方呢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好，然后前裙甲是可动的，而且呢，前裙甲这个位置呢做的比较好哈，这里是用了软胶的材质，大家看到啊，是用了一个软胶的材质。但是呢，它的颜色呢，它的分色呢，也不会说跟其他的这个部分呢有很明显的一个不同哈。OK， 这个前裙甲大概是这样可动的哈。那后裙甲的话呢，同样，后裙甲它这个就不是软胶了哈，都是硬胶。整体来说，唯一用到软胶的就是这两块部件。好，后裙甲是可以稍微的做一个翻动哈，但是基本上呢，在大腿的一个可动上面呢是不太说很大影响哦。这里是有一点点顶住哈，所以它的后台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后台好，那前踢的话呢，我们稍微调一下。前踢还是可以避让一下的 ，OK， 我看一下啊，这样的话行不行？哦，大概还是不到90度，还是可以前踢的，没有问题的哈。OK， 好，然后的话呢，它脚跟是可以转动的啊，它前后踢不是齿轮关节，但是侧踢是一个齿轮关节哈，侧踢平台是完全可以达到90度的，这是一个很清脆的这一个齿轮关节，所以它的脚其实也不是说很重哈，所以呢，基本上它就会。齿轮关节的这一个紧实度还是 OK 的，而且呢，它基本上它这些位置都是有螺丝的，看到没有啊？如果稍微觉得有点松动的话，其实把螺丝扭一扭紧了就可以的了啊。包括它的这个膝盖的部分哈、膝盖的部分如果是觉得有一点松动的话呢，稍微扭一下呢，螺丝就会把它弄紧的了。OK， 好，然后的话呢，这个膝关节的弯曲呢，这里是可以达到大概150度左右吧。OK， 好，然后的话呢，这一个脚掌部分的可动呢，可能就稍微的角度会少一点，它是有接地的，但是呢是没有前后的，脚掌是并不能说前后去动哈，唯一的就是靠这个脚趾吧，啊这个脚趾哈，那但是在接地上面这个还是，稍微就是调整一下它的重心呢，其实一样是可以把它站稳的。好，那这上的话呢，这个整体的骑士威的一些基本的。表现就是这样了，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更加关注的就是它的变形了，那它的变形也是这一次这个骑士威的一大亮点，那小蜜蜂我呢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哈，那所以呢小蜜蜂我们呢也会把它这从人形变到载具飞机的形态还有在这个视频的末尾呢，我们也会把飞机形态变回人形的这个逆变的过程呢都展示回给大家哈，大家如果日后呢就是需要看回这个变形步骤的话呢，同样也是可以找回我们小蜜蜂小王子的这个视频呢去做一个逆变呢或者正变的，因为变完一次呢，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给大家可能变完飞机形态之后就会忘记怎么变回人形的了，那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也会把两个变形步骤呢都会展示给大家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这一个变形哈。那首先的话呢，这个变形的话呢，其实是挺复杂的，但是把一些关键点的一些逻辑理顺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那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肩掌略微的翻上去，将这个手臂的部分呢稍微的向后摆动一点，然后呢，把这个胸甲先解锁，这有个卡扣，就把它先解锁开来啊，把这个，然后呢，在前面锁骨的这个部分呢，也是有一个卡扣的，就把它解锁出来，然后整个这一个。背部啊，这个背部啊，对，背部这里呢还有一块，这里呢是可以把它先翻出来，然后呢这两个收进去，这样收进去就 OK 了。然后呢，整个这一个头部啊，这个跟这个胸部呢，先做一个分离。好，这里呢就可以把它让一个位，先把它翻出来，然后呢这个手的部分呢就向后这样先放着，然后呢我们看到。手臂的这个位置呢，这有一个枪管，对吧？好，我们看到就是枪管稍微的向上的这个部分，然后90度先把它凹下来，同样这个也是90度把它折下来，然后呢，手部呢这里呢，这里有一个关节，对吧？大家看到啊，这里把它90度翻上去，然后这里弯下来，好，那同样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翻过来，折过来。好，那然后呢，目前呢这个部分呢，好，目前这一个部分呢先待命哈，我们变前面的部分。好，然后回到来胸甲的这个位置哈，胸甲的这个位置的话呢，首先它这里你看到这里是其实细微要看呢，我看这里，对，这里呢是有一条缝对吧？这边是没有的啊，但是这里是有一条缝，然后呢，我们随着这个缝呢，把它去打开，稍微的把它打开，打开了之后呢，我们看到这根就是鸡头的部分了，好，然后把它180度翻上去，好，然后呢，我们看到里面这个部分哈，也要180度的这样翻出来，然后这部分呢，把它盖回去。然后盖回去把它扣上，好，然后我们看到鸡头这个部分呢，同样也是可以把它先打开，然后还有这一个尖尖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合金，好，把它翻出来扣上。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鸡头的部分已经看得到了哈，然后呢这翻过来把这一个驾驶窗的这里翻上去，看到哈，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鸡头的部分了。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打开这里，我们打开这里的话呢，稍等一下啊，动作比较大。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胸甲的部分稍微的这样往内，通过这一个连接杆把它打过来。打过来之后呢，等一下这个连接杆大家看到没有？啊，这有一个滑杆，这个部分有滑杆是要把它滑上去的，是要把它滑上去的，看到吗？啊，好，然后直接滑上来之后呢，我们来看到这里有一个卡扣，啊，这里也有一个卡扣，分别呢就对应这个胸肩甲这里两个凸啊，这两个凸，这里有一个，那我们就把它扣上去，先把它扣上去。这里比较松啊，但是没有关系，这里其实暂时也无所谓的这个部分。好，然后这里也是把它扣上去，好，这样扣上去就 OK 了啊。因为这里你看到虽然有一条缝，其实是无伤大雅的，没关系的啊。这里扣住就 OK 了。然后呢，剩下的这两个肩甲的部分呢，稍微的把它调整一下，稍微的把它调整一下，把它放到往向内的一个部分。好，调整到大概这样的位置，这样的部分啊，因为这里没有关系，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弹簧在这里啊，等一下主皮盒它就会缩进去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裙甲的部分哈变一下，裙甲的部分的话，等一下我调一下角度啊。好，那下面裙甲的这个部分呢，裙甲这部分我们可以先把它翻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金色这一块把它向上翻，然后里面这一个180度把它翻出来。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也是有一个弹簧在这里的哈。好，这里翻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90度再向上翻。好，我再调整一下。好，在这里翻折之后的话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接点哈。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大的凹槽，长条的凹槽对吧，然后呢就对应这个金色的部分的这个凸的这个部分啊，这里也是一样对应这里。好，就把它这里盖上去。但是这个先不急着盖，因为这里顶住，等一下再搞吧。好，我们就先待命哈，这里对应这里，然后呢这里也有一个凹对应这里有一个凸，就这样扣起来的。那我们先把下半身的部分也来再做一个准备。好，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先把这里翻开，因为这里顶住的原因就是这个后裙甲这里顶住的关系，所以我们先要处理一下这个后裙甲。我们把两个脚先张开，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个合金连接杆哈，就把这个后裙甲把它掰出来，看到没有，掰出来这里卡扣解扣，然后呢前裙甲这里呢同样的也是要先把它翻开一下，让一个位置出来，然后后裙甲再向前包，有没有看到向前这样，因为这个是软胶可以避让一下，把它包到下面这里，然后向上，好，放到这里，然后呢就把这两个软胶的这个前裙甲把它包进去，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好，接下来的话呢，那它上面这里呢就可以把它再放下一点，把它打平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侧裙甲的部分呢来再做一个密合。好，这里密合了，然后到这边。好，合上之后还有旁边这里。好，那基本上呢，其实做到这一步之后当中的话呢，我们看到整个机头的部分哈，大概也是这个50%左右已经搞定了。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呢，这些步骤呢，算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接下来比较复杂的就在腿部的这个变形，但是我个人也是觉得比较好玩的一个地方。好，那腿部的地方的话呢，我们先来变这边这个左腿吧。啊，这是左腿，对，左腿。好，然后我们先从脚掌开始变起哈。脚掌这里呢有两个小卡扣，把它先解锁，然后180度向上翻。
范后章呢，然后在这里同样也有两个小关节把它对应的向内翻折90度，然后上面这有一个卡扣，看到没有？把它扣起来，先扣起来。OK， 变成这样就先待命啊。然后呢，我们把它这里先翻出来。好，接下来的步骤呢，首先这里解锁，解锁出来一个卡扣，然后第二个这里有一个卡扣也是稍微的解锁一下。我们看到打开之后的话呢，这里呢稍微这里这个部分稍微要向外给一些角度，然后这里呢有一个旋转翻开。把它翻出来，看到没有？把它翻出来。好，翻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里，这里在它膝盖部分这里有一个金属连接杆，看到没有？然后对应着后面这个部分有一个连接位置，把它先解锁，看到没有？这里先解锁出来了，然后拉直整条腿，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放着这个小腿的地方，好，先不管，然后我们再变大腿的部分。大腿的部分呢，这里也是有几个翻折的地方哈，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也是设计师变得比较妙的一个地方。好，他把它本身的这个飞机的外部分包裹在这个大腿里面。好，不多说了，先怎么搞呢？我们看到没有？这里先解锁一个，把它90度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这里有两个翻转，两个翻转的。首先这里内部的这里一个180度的翻转。好，然后在这里就看到一个螺丝没有？这里呢再做一个翻转。这有一点比较难的，我在这个镜头面前呢，再做一个180度的翻转，看到没有？180度的翻转，好，然后把这个部分稍微的转出来，这里翻出来，看到没有？好，翻出来之后呢，大概先保持到这个形态线哈，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一个枪管对吧？枪管向外，先保持成这样先。好，保持到这样之后的话呢，我们接着把这个小腿的部分哈变完。小腿部分我们翻过来这里呢，我们首先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把上面这一个90度做一个旋转，这里做一个旋转，把它上面这个盖子先转出来。好，那转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已经看到这里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机翼的其中一块然后我们从侧边来看一个这个角度来看到这里这个喷射口，然后把它稍微的推一下，这里我要找一下角度把它拉出来，这里解锁了这个位置，然后它下面这也是可以旋转，等一下我调一下机位，好，这样应该好拍一点。好，这里做一个旋转，把这个喷射口挪到前面这个部分来，这有一点难哈。好，看到没有？这里慢慢旋转一下，好，把这个记忆部分旋转出来，然后这里挪过来。好，挪过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刚才待命的这个脚底的这个部分呢，把它做一个90度的翻转向上，等一下不应该是向下的这个翻转。好，然后再弄过来的时候呢，这里要慢慢的挪，然后把这个打上去，然后这里有一个卡扣，看到没有？然后这里同样这里也是有一个卡扣，那我们呢要把它慢慢的移过来，好，把它翻折过来做一个密合，好，这里扣住了，看到没有？扣住了。好，然后它其实这个部分我这里翻出来哈，我给大家再看一下，这里同样也是有一个卡扣在里面，同样的把它好密合好，这样就 OK 了。然后前面这一个枪的这个部分连接到这里，好，这基本上前面这里是 OK 的。好，然后上面这个先待命哈，同样也是待命，最后再对，这里可以先把它90度翻下来，把它翻下来，好，应该是这样，然后就待命。好，待命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变这个机翼部分。机翼部分呢，先稍微的有一个角度向后一点，把你下面的这一块呢把它先翻出来。这里就是比较妙的地方，整个机翼的部分收在小腿里面。好，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好，然后这里呢就稍微的向前调整到大概90度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一块翻折过来。好，翻折过来之后呢，在这里下面这里也有一块，把它翻折过来。OK， 好，那翻折完之后的话呢，还没行哈。然后这个小机翼也是就片片翻出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刚才的这个拳头的部分先摆正。摆成这样，然后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把它放平，然后呢看一下好，然后呢就把这个拳头这部分调整到这里，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是拳头小臂这个部分有一个凸，对应这里里面也有一个凹哈，把它这里做一个连接，做一个固定，看到没有？好，这样拳头的部分就这样收到里面去了，这么拳头看到没有？就把它收到里面去，然后把这个盖在上面。
好，还没完成，还没完成哈。好，调整一下，然后旁边的这一块把它翻折过来，把它做一个盖住，这里是一个机尾的一个喷射口，然后再把它翻过来，把整个拳头包住，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凸点，对应上面这里有一个凹点，看到没有？好，这卡扣把它扣起来，好，这里把它扣起来。OK， 好，那然后呢，就是这一边部分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哈。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上面这个盖子，这里有个凸，对应这个凹，把它盖住，固定住。调整一下，大概啊，这个是要调整。好，然后啊，这个好，先把它拔出来。好，这里，然后把它盖住。嗯，好，对了，好，那基本上调整到这样，我们看到这个炮在这一个臂甲啊，这个甲啊中间。好，那基本上呢这一边的一个变形呢就是这么这样的哈、啊，那另外一边是一样的。调整一下，后面这个头很恐怖啊，当然其实是啊，之前我可能没有变到啊，其实可以是直接把这个头翻转过去也是可以的。坐到旁边，这样也行。OK， 好，那基本上，然后哦，把前面这个钳子把它打下来。好，那基本上呢，整个载具形态、飞机形态呢就变形完成了。好了，那整体呢？大家刚才也看完整体的这一个变形的过程哈。其实过程当中呢，大黄蜂我呢第一次在玩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步骤呢，我都是不由自主的哈，跟着真的喊了一声妙啊的这一个过程。我不知道镜头面前的大家呢，屏幕面前的大家有没有同样的这个感觉哈？大家可以弹幕告诉我。那整体来说的话，因为这一个呢是测评件哈，我也讲了很多次，那所以呢，有些地方呢我不确定它究竟是不是最终的一个涂装这个样子，因为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好奇的就是这个驾驶舱的这个位置哈，它这里是虽然没有用到透明件，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不是都需要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涂装，这个我不知道哈。那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它是可以打开的，并且里面但是空间也不是太多了啊，基本上这个空间的话呢放一个戴亚克隆小人基本上也是可能应该也不行了吧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涂装。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整个载具形态呢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满意的，无论从这些你看这些非常细致的纹理的刻画，而且包括这些小小的一些点缀啊，这些其实 UT 家呢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的。我个人觉得哈，这一款的话呢真的在如果它的这个质检上面哈质量上面没有问题的话呢，我绝对绝对可以敢肯定它是金莲2019年里面的十家里面其中一位，甚至前三位，我个人觉得哈在第三方玩具里面都不为过的。它的设计的确是非常非常惊人哈，变完之后我直接就想找 UT 家的这个设计师你给我出来哈，真的基本上真的是一个神人，我真的想膜拜一下他。 OK， 好，那至于你们是不是同样也是这一个感觉呢哈，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在弹幕和留言去告诉我。最后的话呢其实我也不想把这一个视频做得非常非常的长了哈，很多人也私底下告诉我啊，大黄蜂你做的这个视频还是有一点长，没有关系哈，那大家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加多的一个沟通的平台吧，好不好？好，至于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哈，可以多多的告诉给我。好，那本期的视频呢就去到这里，那再记得哈，我们在视频的后面呢还有这个将飞机形态变成人形的形态呢同样的也会有一个展示。好，那最后临近双十一了，大家呢我们也会给到很多很多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啊等等给到大家去参加，包括我们双十一当天呢也有很多的玩具做特价，而且呢可以再加上的叠加一些跨店的一些优惠券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换购券等等等等的一些丰厚的一些优惠给到大家，大家也欢迎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小蜜蜂小王子的一个淘宝店进行一个浏览。那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それぞれの決意を胸に飛んだ未来希望絶望夢見逃さないで抱きしめて白い街茜色の空を確かに僕らは見上げていたよ今もまだ鳴り続けてる季節の変わり目に風を引く誰かさんのことを思い出す今も変わらずに元気か先週あったばかりか歌う街トップが吹きつけ歌声は満員電車の中今を愛尽くばしている僕らまるでずるなんかいろいろ実はちょっと疲れたんだなんて思ったけど気のせいかもな君のこと思い出すと笑えるから短くした昨日より早く家を出てみた未来希望絶望夢自問自答繰り返して眠る街ど真ん中で僕はその時が来るのを夢に見てる今を這いつくばっている僕らまるでブルーなんかいろいろありすぎてちょっと不安なんだなんて思ったけど